千叶一茜一身淡粉裙装，优雅助阵，让母爱筑巢发布会。在谈到当妈的感受时，叶一茜脸上洋溢着幸福。8月27日是田亮的生日，叶一茜称只是一家人很简单的吃了个饭。谈到女儿送爸爸什么生日礼物时，叶一茜透露：我听他爸爸说是女儿特别就是。小心的跟爸爸说，爸爸你过来，然后就是我有话要跟你说，然后他爸爸就过去，然后他就特别神秘的说，爸爸生日快乐，就是小小声的跟他这样讲。因为田亮曾是跳水运动员，更多次获得冠军，他们的女儿也被关注是否有运动天赋。叶一茜听闻道，太有了，我女儿绝对是一个运动健将。对，她那个一直在学校里的她这个体能啊都是全班第一，然后只要是跟他在一起的小朋友都能被他激发。田亮虽不再跳水，但为保持身材经常在家健身。叶一茜称女儿看到时也经常在旁边会跟着学。8月27日，郭晶晶和霍启刚的儿子出生，跟田亮是同一天生日，有网友称是缘分。当晚叶一茜在微博里还称，祝今天过生日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快乐，自在回应此新闻。也有网友在叶一茜大度，但今日记者提到郭晶晶时就立马被工作人员打断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